旧礼物交换大会，只要把这个背心套起来，你就马上变身。真的，它的所有在重要的部位都有变形。你看它这样子，哎，好重哦！拉一下，拉一下，这个好像有罩杯的。头可以不用低，你就可以看得到荧幕。可以哦，真的低了头。你躺在床上也能用，旁边出来破拆台语。而且这种眼镜是低头族的救星。去哪里呀？今天晚上10点，新大分班。